边手，一般的距离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在这里敲，你要在这里敲敲。我如果是这样，你如果用后脚敲，那个距离，听不懂？啊，比较远，对，听不懂？你起码要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不要在垫的时候，你不要敲，不要敲，敲在这里。哎，你刚才你敲，你看你进了半步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在练，你敲，你看，不要这样子，对，听不懂？而且你不可以这样子上来，就是说你不能踩那么近。你踩那么近，我都想到。晓得吗？你瞧我，哎，你的身体要在我的手外面，腿巧到我，看到不？所以你的身体要让，你瞧别人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瞧，人家的手还在。